魏同学，这次你来的匆忙，我这个老头没什么准备的。如果你觉得饭菜还可以呢，就多吃点。风爷爷客气了。嗯，来，爷爷，你跟他客气什么呀？爱吃不吃？哎呀，来来来，快吃饭，快吃饭。你最喜欢吃的，多吃点。嗯。魏同学。 这些菜还合你口味吧？风爷爷的厨艺很好，跟某人比起来，强太多了。哎呀，我们飘飘就是贪吃，可偏偏不喜欢厨艺。我这个做爷爷的，还没有吃过他做的饭菜呢。哎，那魏同学，你吃过飘飘做的饭菜吗？吃过。 那你们俩的关系是？爷爷，别忘菜，没什么关系。他天天上门来给我做饭。你闭嘴！哎呀，你能不能好好吃饭呢？你吃个饭都不老实。爷爷，你干嘛老说我呀？来，你喜欢吃的红烧肉，多吃点啊。谢谢爷爷。啊，魏同学，来，多吃点。 我也要。好，哎，你喜欢就好了，多吃啊。那你喜欢吃的红烧肉，自己多吃点哦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，蛮能吃的，能吃是福。哎，对对对，习武之人，能吃是福啊。那我去洗碗吧。 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进门是客，飘飘以后啊还要承蒙你照顾，怎么能让你做家务呢？况且，你还有伤在身呢。可是，你客什么呀？这是封家，我爷爷说了算，我爷爷说让谁洗就谁洗呗，我吃的最多，我先洗。爷爷跟魏老爷一家去客厅，好吧？好，我去洗，我去洗碗。去。 走啊！办事这件事，如果可以呢，就这样决定了。